不明白。不明白我意思。我负责跟各大高校合作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坏的学生。就你厉害，就你本事，就你懂，把我当傻子。我都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心思这么恶毒的，故意写些乱七八糟的让我出丑。就你这样的还有脸当学生？处心积虑羞辱前辈，在学校就敢这样，走社会你还了得了？朱韵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行为极度恶劣，蓄意破坏校企合作。等着处理吧你。贾院长，这学生才多大呀，就能做出来这么恶劣的事情，他必须负责任。贾院长，朱韵是我的学生，我可以替他作证，他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，绝对不是蓄意破坏。证据都摆在这儿呢，还不是故意的。你们都回去吧。小贝，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，给新创一个说法。那就谢谢贾院长了，您多费心吧。新创这边呢，我还能应付过去，就是处罚嘛，我认了，谁让我是负责人呢？但是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我们校企合作，还影响了南湖大学的名声，这对以后我们校企合作有非常恶劣的影响，必须得严惩。张小贝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朱允刚刚才上大一，你现在让他背上了处分，你是要毁了他一辈子吗？那也是他自己自作自受，我栽赃他了吗？明明是你先抢了他们的项目。张老师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是我给了他们机会、资源，还有媒体曝光度。你说我抢了他们的项目，证据呢？你这样抹黑我，是也想破坏校企合作吗？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为了保全学生把自己搭进去，不值得。喂，说。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的话，不值当吧？朱总说的是，回去之后的话呢，我就让他们严查。一定要严查。小张啊。哎。张总。不管怎么说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泼一个小姑娘，啊，还把水泼到脸上了。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文明吧？是是是。这样，我呢，表个态。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是我监管不够，我有直接的责任。这笔呢，我自罚。给你赔礼了。蓝罐的优势是它的营养厂，它的产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占绝大多数，而且它们的样式很特殊，在市场上只有它们在生产。这可能跟蓝罐老板的母亲是做中医有关。你连他们老板的母亲是做中医的你都知道？对啊，看这儿，这个功能主要针对保养，一般人对营养品和保健品的了解不够多，字又懒得看，更不会一样一样的翻阅，所以还不如直接对症下药。在这输入症状，比如说头晕眼花、恶心反胃，然后系统就会直接推荐产品。而且蓝罐的产品是按系列排列的，很容易推广出去。要不要再加一个阐述病理的功能，简单讲一下身体出现状况的原因，
再介绍能解决问题的产品配方，会不会更有说服力，让大家更想买？姐，今天朱韵算是入伙了，我宣布我们蓝罐 APP 小组正式成立。师兄，这都怎么了？你完了，张小贝被蓝冠骂了，一大早就过来发火，正找你呢。他找我？朱韵，他问过我关于你那程序的事儿，我没关系，这事本来就瞒不住。朱韵，你觉得自己挺厉害，问你话呢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的话，不值当吧？朱总说的是，回去之后的话呢，我就让他们严查。一定要严查。小张啊。哎。张总，不管怎么说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泼一个小姑娘啊，还把水泼到脸上了，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文明吧。是是是。这样我呢表个态。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监管不够，我有直接的责任。这笔呢我自罚。好。朱韵妹妹，我给你赔礼了。选个词吧。